大家好，我是杨帝哈。之前帮粉丝预定的迷你杜宾，就是咱来看一下哈，让养护给拍视频，他也一直在忙没给拍，咱现在进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太吵了哈！大杜宾，里面罗威纳，非常吵哈。这个是老板哈，还在那里边，老板人，还在里边，老板人。那看到了吗？老板在忙，哎，咱一会儿进去看一下。还是这两只哈，之前给粉丝拍过，中途想让养护给拍个视频，哎呦，这个养护一直没有给拍哈。看到没有，就是这两只线都拆过了哈，没帮他辅助力。哎呦，咋还带着线了？线拆了吧，拆了咱还带点线头，我看到没拆干净力的。你看这个这养护一直在忙，这个手机不断哈，咱一会儿再看一下。看，就这两只迷你杜宾哈，之前定的。哎，这个养护啊他非常忙，之前问他，他说拆好线了，让他拍视频也一直没拍。咱费尽千辛万苦到他家了，到这现场一看，我想辅助猎呢，一看线还没有拆，这刚刚拆完线，可能是第一次辅助猎哈，有点不适应。这马上把另一只也辅助猎起来。那老板太忙了哈，天天忙大生意。我觉得你早拆完线出来。看，这还有这一个，再帮他辅助猎哈，一会儿辅助好猎完以后再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听这个老板说他家还有一窝小的哈，一会儿再带大家看一下哈。看到吧，这是辅助猎好以后哈，非常漂亮，小红还是有点不适应哈。看胸花哈，非常漂亮，也有虎爪，毛色好看哈，看到没有，毛色都非常亮，都是第一次戴纸杯，有点不适应哈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都是定出去的哈，然后咱再去看看他家还有一窝小的哈，可以预定。小的做两针育苗了，就是做完三针再给他采耳，非常帅气哈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他家一窝小一些的啊，现在做了两针育苗，得做完三针才能拆。要，这个是他家母狗哈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狗妈妈。这几个？五个呗，这几公几母？三公。这是一窝五只哈，三公两母，可以预定。看到没有？狗妈妈在这里哈，迷你杜宾，看到没有？别叫不疼啊，现在是没拆耳，等育苗齐全以后再给它拆耳。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